我在这打电话就不接，就关机，不是就是忙，用不着忙，用不着忙。我他妈又咋的？你骂我干啥呀？我给你发明了，你骂。一大早上被批斗一顿，今天还得吃火锅。现在别吃火锅了，行了。哎呀，就这挨呲呢，你就听着得了，还打岔呢。那你弄哪个死你没死呢？你盼着我死呢？你这么我这家真有病，给他乐，那不都乐出声来了吗？我听着。反正说翻就翻。我要是一下没有的话，你也不会死。你意思，王敏呢？你也上班，你操！啊？不是，这要是啥呀？你瞅着吧，要是那个……哎，别嘟嘟，别他妈嘟嘟了！这早上一开始嘟嘟嘟，你咋听着还嘟嘟？这烦死了！你这有点有说点正事也行，没啥事这嘟嘟嘟给你嘟嘟，你咋开嘟嘟？你起早就开嘟嘟，八个眼睛嘟嘟。是吧？杨哥，你没干吱声吗？不是我儿子回来，我没干吱声；我儿子回来，我吱声还来揍吗？真他妈烦人！半夜上那屋子，两点三点四十八，跟俩人去的。我他妈这睡迷瞪，睡迷瞪的呢，睡挺好。刚一个把灯给我吓一跳，我咋啊？啊，那个连续尿裤了，那个光裤了。你这把我整醒了，你尿裤，你别磕着我孙子，尿裤点儿，他说做梦了，气尿的，我气的，我几毛脏我起来。哎呀妈呀，当时把我还折腾醒了，你就气不气人吧？那看你睡没睡觉，晚上你不一宿宿看手机吗？你妈放屁说那话的是。我楼下不能懒得 WiFi， 叫他那么的，这家伙一个月他自己得多少钱？他饿死了，这烦死了。确挺烦人啊、哦！反正你还去监控去。这条姐，你小妹都说了，你不能说不好吃，你做的饭没有好吃，但是那粥，那咋吃都一点都不好吃，但是就不好说。3:48去的啊，一点多钟还是11，不12点钟是1点多钟。我也睡呢，这一睡一开门，刚十一点多啊，那王敏没睡觉呢，我还到王敏那屋到你那屋，怕你感冒呗。关心你还行，对，哎，妈，你感冒就分儿去了，咱们这都，俺们有俺们感冒也不积极，一大早上起来就吃火锅还干仗，你俩也不知道谁翻人。人家看看你，看你被盖没盖。我长大，我他妈骨头又大了，用它。天天晚上你那窗都不关那些事，就我天天晚上。我用你关的，你关完开，我先接灯啊。还怕你感冒呢？你感冒这家人谁伺候呢？没关心你。上他妈课呀，课死。关心你，你会有我这作用，没有这作用你更忙了你。那你废废的，这个。废废的。废废的。没人管你。没感冒吃什么药呀？别吃就吃吧。是药三分毒。哎，毒。你那喷喷的，没感冒。我就点鼻子不得劲儿。啊。鼻子不得劲儿就行。没感冒，非得昨天晚上就开始吃。你吃吧。鼻子不得劲儿。你放家的吧，一会儿上店去吃。哎，行，不够，你别干，你赶紧吃完的，你吃完饭赶紧吃完的，赶紧吃完还能干。等会儿我一会儿上店的时候就吃了。你放家的。咱俩没感冒吧，王林？嗯。你看人家说不吃不吃，非得追这屋来。哎呦我的！这，不，赶紧吃，等会儿吃，随开这吃。那咋的？还得看着吃完你再走了。快吃吧，你这玩意儿没紧没慢，还得看着吃完再走。哎妈，强迫症是真严重啊！快吃。好，谢谢。赶紧吃完的。